你刚才对那个警卫嘀咕什么呢？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放心吧，韩冰还在你们手上呢，我不会乱来的。东西呢？打开，到处文件，打开夹层。 拿起来，干嘛？你想在这动手是吗？韩冰和专家团，任你选。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做你这种选择题。你不做，我现在要一枪打死，再去自杀专家团。那你就开枪吧。 一会儿你只要带着我从站台上走过去就行了。我明白，你是想利用我，把你带到指定的位置，然后和叶芝汇合完成刺杀，对吗？出去吧，快点！ 那个方向走，都听着，我是乔长军，在里边有特务，哎，快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站住，站住。 关于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你一定要交代清楚。我老婆被敌人抓走了，他们利用我老婆来威胁我，让我配合他们对代表团进行刺杀行动。我答应他们是想摸清楚他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。你如果真的要对付敌人，为什么不把你的行动向上级说清楚？我已经汇报过了，我们小组的副组长林亚夫同志，还有总部的沈法英，他们都知道情况呢。那你跟我见面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实话呢？ 当时情况太特殊了，没办法跟你说。我给你写了一张纸条，但是你没要。刚才你的士兵搜查我的时候，纸条已经搜走了。你说这些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审核。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把我给放了，我老婆还在敌人手上呢。你打中的那个敌特现在还活着，你老婆的消息，他们应该知道。他们都经过专业的特殊训练的，不会轻易说出来的。老乔，你到底想怎么办？ 我亲自去审问他们一下。我向上级打个报告。行。组长。哦。哎，老陈。组长。乔长军在山海关车站抓住了教主手下的两个杀手。如果教主得不到他手下的消息，那肯定知道乔长军把他们人抓住了。如果敌人隐藏起来，再找。 就很困难了。乔尚军的妻子韩冰也有危险，通知部队大规模疏散。
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们。是，组长，您现在回来了，我在这儿的工作也基本上结束了，我看我还是回总部吧。我希望您能留下来。是，组长，您该去医院换药了。好，你通知各个小组，让他们随时跟我保持联系。是。 给我安排房间，我要明天早上住进顶楼的病房，单人病房。去吧。现在住院需要严格的审查，你需要有一个身份证明。你女儿就是我的身份证。给她一点吃的。 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？你要的东西，只有我能办到。放心，我怎么可能会亏待你？别怕，妈在呢。 在我回来之前，不许动上连一根指头。如果一个小时你没有回来，或者带着别人回来，这个东西就会爆炸。早去早回。 想吃点什么？干什么？ 伐木工，瞅你鬼鬼祟祟的，你到底干什么的？我真是伐木工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治安巡逻小组的，正在找个特务。你发现什么没有？昨晚山顶有人放枪，后来那人被人用马车拉走了。那个人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。再看见他，你能认出来吧？ 能，这个意外办事真不利索。方副市长，啊，方副市长，你生病了？是不太舒服。 没什么大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啊，真没事儿。没事就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尽管告诉我。好。你怎么没跟我们报告啊？本来想报告来着。 可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？你没骗我？没骗你？别开枪！你们干什么？叫声一响，让共匪追上！给我追！所有人，同步前进！ 站住！
都把枪放下。 老乔，老乔，老乔，嗯，啊，上级呢已经批准了你的申请，现在你可以去审问那几个特务了。真的，我需要一间审讯室。好，没问题，跟我来。走。老乔，这个呢嘴比较硬，我亲自问过了，什么都问不出来，那个呢就显得比较急躁了，怎么样？ 最好能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。在这儿等我。好。 咱俩是老朋友了，我就不绕圈子了。 你告诉我，韩冰在哪儿呢？你知道我的脾气，如果你要不说的话，你是了解先生的。你觉得他培养出来的人会怕死吗？好啊，你要想当英雄的话，政府一定会成全你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见到教主的。我会告诉他，是你出卖了他。哼，你知道吗？他永远不会相信你的。 他让你带队去刺杀专家团，你把任务搞砸了，而且还失手被擒了。你好好想想，教主还会信任你吗？教主会怎么对待你？主任让我问你，夜视带队的行动有消息吗？着什么急呀？我们又不是到处有眼线。 我还是先请示一下吧。行，你快去。好。叶芝已经失去联系很久，估计被共产党抓了。
你这不会出卖我们的。 出卖了我们，我们怎么办？闭嘴！以前出卖我们的人，都没有好下场，我扒了他的皮。叶芝真那么可靠吗？走吧，别想什么任务，保住这条老命吧。闭嘴！就是因为你们这种想法的人太多。 当初我们才会失败。要相信我们自己人。你来的正好。 小张军今晚就会满洲里，他找到了教主的线索。常春，你要协助他调查。半小时以后起飞。好，我先安排人手。嗯，哎，要注意与外勤联络。我们几个行动方向一定要配合默契。嗯，这事儿组长知道吗？常春啊，你不是说那盖人还领来的日本技师要见我吗？他想要一份领导签名的保证书。 主要是不追究他的责任，他才肯作证。组长知道这事儿吗？知道。组长说，小林知道的情况，基本上已经被他推断出来了。那我暂时不见他，长春啊，你再去审审他，别有什么遗漏。好。 我要的宽大处理书，你带来了吗？告诉你，那份宽大处理书我们可以给你，也可以不给。关键要看你的情报到底值不值得，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好，那你说出一两样我们真的不知道的情报出来。你们再找的那个杀手，他的样子可以改变，不是照片上的样子。这个情报我们早就知道了，你们不知道。 他们想用什么方式刺杀？难道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但是给我要的，给我老实待着，好好的看好他。是。 别杀我，孩子！大声！
方护士长，你别见怪，我们组长啊，看你神色不太对，担心你出事儿，所以说，让我们过来看看。 方护士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是吓着了。你们都看见了，我们家没有地特，你们走吧。那行，打扰了，走。 我想是带你见到了教主，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呢？哼，你真的以为我没有别的办法对付教主是吗？教主对你们的政策了如指掌。你即便是抓住了我们，你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，因为你们的政策是不允许虐待俘虏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对教主的研究也很深。我知道，如果教主听说你被抓了。 第一个念头就是把你给除掉。哼，先生了解我的，我可以牺牲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也绝不能放弃对教主的追随。哼，好啊，那你可以用你的生命去试一试。 小林耀的报告，你签个字儿，我给他送过去。刚接到通知，乔长军乘坐的飞机遭遇恶劣天气，出现机械故障，已经迫降了。我们已经派出了搜救队，正在全力搜救他们。 是敌人的阴谋吗？目前还不能判断，但从飞行员和地面电台通信记录来看，他们确实遭遇了恶劣天气的袭击。我要去找他。小姑，你去哪儿？小姑，别碰我！小姑。 冷静点，小顾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你冷静一点，我们的战士已经搜救他们去了。哪有人吗？ 沙布呢？身上沙布吗？忍着点儿。
这个时候还拿枪指着我，还要替教主卖命是吗？想放箭？你现在还不明白咱们的飞机是怎么下来的？飞机遭遇了气流。遭遇气流？咱们的飞机是遭外力才下来的，受到外力，你知道吗？是被别人打下来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去看看飞机的残骸，上面。 有被炮弹打过的痕迹，这是教主干的。不可能的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是教主要杀人灭口，对吗？其实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，对不对？不光是你一个人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，在他眼里边，就没有任何人能算得上是人。谁？ 飞机出事地点了吗？赞和小队已经出去查找了，目前还没有消息。你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 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还没有想好吗？我很害怕，向离开这里。这是我们给你的政府宽大处理你的证明文件。我的战友牺牲了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在这东扯西拉。我给你最后10分钟，把你肚子里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，不然，让你在中国的监狱里牢底坐穿。 有一件事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你说吧。你的老婆韩冰，在执行任务之前，就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按本来的计划呢，是要让她配合你去执行任务，但是她没有答应。 所以我们给他注射了一个控制他的药物，结果呢，制造药物的人自杀了。
你能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吗？这个人叫博士。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已经死了。博士，博士。好消息，搜索队在飞机出事现场没有找到乔长军的尸体。真的？这么说乔长军他没死？我们希望是这样。这是我的悔过书，你们想要抓的那个杀手礼拜天，所有的相关事情都写在上面。就这些，你没保留一点？不敢，不敢。你写的这些，我们还需要核实。如果你说的是实话，我们政府会对你宽大处理。但是，你帮助迪特的行为，必须要受到审判。应该，应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和礼拜天的联络点。这是礼拜天留下来的，对吗？是。我没有放弃任务，请求支援，礼拜天。哎，请问你？死不了，我死了他都死不了。你也不要着急，等这事儿解决了，咱们就都能出去了。都十天了，都什么时候问清楚了？你来了，翟振海。带来的那个小林已经招供了，有些事情我得好好问问你。
咱俩的话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你干嘛？这一带全是公安。哎，我跟韩冰的家就在这儿。想你老婆了？你怎么了？说你已经死了。我说过，就算我死，也要死在你的怀里。跟我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活过来的？你们怎么在一起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把他给控制住了，他现在是我的俘虏。我来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把你的情况交代清楚，这个案子就和你没关系了。再过一段时间会放你出去。出头了吧？什么时候放咱们出去？哎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杀害我爹的人还没找到，可现在他们好像没人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被一个叫博士的人救了。教主那儿负责药物研究的那个人，是从教主那儿出来，目前记清楚了吗？本事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期盼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会复燃。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求一场圆满，上天只
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黯淡。本是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羁绊。满目萧索的心，夜色归复燃，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求一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。